欢迎来到上海的体验馆，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是安利体验的一小步，但是是安利中国的一大步。带很多的新朋友来到这边体验参观，每一次的新朋友都会对我们的安利产品以及我们的事业机会都非常的认可。每次带着我一些爱美的小伙伴们，然后甚至他们有一些很挑剔的眼光，可是我发现他们一走进雅思的场馆就觉得突然眼前一亮，觉得特别惊喜的感觉，并且开始对美有一些关注，对自己变漂亮有一种期待，我觉得这是我特别幸福的事情。在这边做活动的话，你是非常的方便，你可以体验所有全套的安利的所有的产品。我们咖啡厅里的蛋白饮品非常非常的好喝，更重要的是每一分的收入呢都是捐给安利的公益基金，为慈善呢做出一点属于自己的贡献。这么好的环境，这么专业的场地，让更多的小伙伴能参加到我们的运动行业当中来，体验到纽崔莱的产品以及运动。我来自青海，是一个90后，但我们年轻人对于这种电子平台的期望非常的高，来到体验馆给我非常的震撼。安利也不是事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让我们更加快乐，更加积极，更加正面，更加向上。它好大气，很时尚，而且特别的专业，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社会有内涵，亮瞎我们双眼。So while we celebrate a magnificent facility, let's not get distracted, and let's make sure we always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Amway is about helping people.